啊，刚才头晕想吐的感觉啊，看那个飞碟啊，飞碟降下来，哎，它在转，到地面的时候啊，它像地啊，反吹气啊，就往地上吹气，反吹气，然后慢慢降落到地面上，好像那个。好像在将来那个气垫上一样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哎，反馈给你们啊！哎，地没有动，我们没有感知到地在震动，没有感知到地在震动，没有感知到地在震动。但是我额头有点发热，额头有点发热，应该降落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热量，那是对的。额头上发热，哎，那个发热感觉还是挺厉害的，刚才啊，发热感觉挺厉害的，反馈给你们。没有感觉到地震动，但是那个感觉旋转的感觉呢？那个可能是灰尘之类的在旋转呢，气吹出来有旋转的感觉。刚才有点头晕的感觉，有点想吐的感觉，就是那个吹出来的那种。但是地没有动，但是产生大量的热量，头有点痛。好，再见。